来来来来来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来来来来，新年快乐！啊，大家坐坐坐。啊，那爷爷要先发言了。趁着今天一家人团聚除夕夜，有些话我想跟你们说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们每年都能陪爷爷过年，我真的很开心。 但是啊，你们一定觉得我是个老古板啊！我的很多想法和做法给你们年轻人啊添了不少的麻烦。哪有啊，爷爷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蒋生，你不用安慰我，老爷子我心里是很清楚的。我们国家是礼仪之邦。 讲究的呢是修身齐家平天下，在年轻人看来是旧思想，是陋习；在我看来是传统，是家风。不过，那都是我以前的想法了。这段日子我想了很多，你们很孝顺，就算不认同我的想法，但还是事事都顺着我的心意。 我很感动，今天趁着这个机会，我要跟你们说一声对不起。以前爷爷确实做得不好，让你们吃苦了啊！没有，爷爷，你看经历了这么多的磨练，我们不都长大了吗？这不是很好吗？嗯，不经寒彻骨，焉得梅花扑鼻香啊！ 好，爷爷，我以前总是特别悲观的看待这个世界，但就是因为有了你们，我才有勇气再站起来。就是因为有了你们，我的家人，还有你。 其实，所有的考验、磨难都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没有勇气握住对方的手。幸福都是靠自己争取和努力得来的，相信自己，只要有信念，就一定做得到。嗯，说得好。来，我们再举杯，恭贺新年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好，新年快乐！